平常星星没有 skin 吗？有是有啦，但是买了就觉得自己是傻逼。你告诉我，除了这只以外，他妈的到底是谁还会放这个技能啦？买了很亏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不是一堆技能都这样吗？这个 skin 是不是很老了？这几年前出来的，2016，我操了，没事的。他那个技能的特效一脸就给人一种那个 skin 很老的感觉。这个好看多了。欸，我忽然想到一个东西耶，我的手套是不是没有戴？我是不是可以戴这个感电手？对耶，为什么我没有戴？你的 P 砍也不会玩第二次。P 砍那个是，虽然说它只会出现一次，但是。我也不知道、欸、掰不下去，也不是说掰不下去 ，Thank you， 是当初会买那个，只是为了要那一口气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要那个重点是我们在我们要证明我们的决心，是不是？我们先 test 一下。还是我们就买那个闪电星星那个，干！我真的觉得买了两起寒鹅，好浪费哦。钱不是这样浪费的呢，要买也是买水世界的，是不是？水世界感觉以后别的角色也会用到啊。这样我们比较有感一点。你们刚有没有看到那只皇冠被一击必杀？是真的一击必杀，一个 take 伤害就是了。我那个电超浮动，我有时候他妈连白怪都电不死。嗯，嘿，更多的蟑螂来喽！哎呦，哎 ，what the fuck！太棒了吧！哇，真的是买背的哎、欸！不是啊，你看这几个我都懒得开了，有没有 ？Terry， 嘿，哎 ，ZXCV， 哎 ，Allen， 哎，还有谁 ？Survival， 啊 ，Okito。哎呦，哇，不一样的哎、欸！我天哪 ，ZXC 等等，刚不是有个 ZXCV？ 你们是不是熊的 ？What？ 那是上周送的，你都没开。不是，我真的，不是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能够这样讲，你们要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看哦，当你今天有248只蟑螂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所有的那个箱子都是蟑螂。你不要说我没有没有对人的信任感。248只蟑螂之后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信任感？到底要怎么信任？进来都笑，我跟你讲，进那个蟑螂最屌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进来交易的人还不会发现你地上有蟑螂，估计连看都没看到。
不是，我现在用的这个长生醋，蟑螂放不进去了。我现在用的这个长生醋的所有那个装饰品已经放到上限了，那个蟑螂会算，它算装饰品，所以没有办法使用。要的话就要换一个长生醋了。好啦，不管啦，我们明天就开始练我们的那个元素盾头啊，好不好？苦梦元素盾头，希望不要苦梦玩到最后变苦逼，那我会有点难过。水球说苦梦不太行，那我更想试了。哇操！三个跟我说雷光领域一定不行的，都已经在笑了。已经笑死了，不会啦！我跟你讲，再怎么惨，也不会比皮坎更惨。我们连皮坎都玩过了，还有什么不行的？我们这次虽然慢一点，但是至少是稳定的在成长，是有在前进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皮坎估计到时候妈的打不赢这只，我跟你说。等一下我把雷光领域开起来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们怎么在帮他加油啊？怎么不是帮我啊？你说现在的这些局怪是笑话，你叫皮坎来看看谁是笑话。刚刚那只很猛的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所有的局怪都是笑话，除了超越的王以外，谁他妈的敢说超越王是笑话？超越王超可怕的。哎呦，靠北啊！我他妈看个聊天室。干，哎，没事，我们升级了。哎呦！我他妈的喵喵喵喵！吓我一跳！不准笑！